没带，我三到五楼了，后来是大五了。没有，我没带小的，我只带的大的。我这边两把伞，一把小的，一把大的。大的是我从外面带回来的，我带回来的。小的我就是以前那两天，不下课后我有实习，那个放那个就那个拿那个，屋里的桌子上，没了。这把伞还是个花的伞。